这些地球人真的以为你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吗？笑话。我来找你们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外星人打过来了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楼与楼之间的旋律，这街上车来车往的节奏，这世界都是充满韵律的呀。愿不愿意为了我们这个地球重出江湖？在我这个还没有完结的乐章上画一个休止符啊！我没有时间陪你们玩。你们的能耐是什么？就让我们好好看看吧。